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黄瓜甜不辣。首先包装打开，里面有黄瓜、甜不辣、蒜碎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、粗粒黑胡椒二分之一小匙、水10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。等蒜头炒香之后，放入黄瓜跟甜不辣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一杯，放入调味料，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，粗粒黑胡椒二分之一小匙调味。不辣炒，酱汁略微收干时即可起锅。我们黄瓜炒甜不辣完成。